请看题。那么公开一下答案吧。好，公布答案。太不像俊俊了。这一题应该让那个张哲瀚猜。张哲瀚应该是看出来了，不答了。啊？你看出来了吗？真的看不出来，特别是你们的组合很奇怪，把两个眼睛和嘴放那么近，就会给我们造成一种视觉的差。那不然呢？好歹中间放个鼻子吧。那不就出来了？这眉毛真的，我看不出来。我时间到。我可以抢答吗？可以抢答。抢答，张哲瀚。答对。啊！这除了本人，这谁能答出来？能认出自己很不容易啊！人这一辈子就是要认清自己，张老师做到了。